这款恐怖游戏是韩国出品的，叫做昏迷，然后好像是校园恐怖游戏吧，我们看就知道了。哦，然后一开始什么前导都没有，就直接我的名字叫英豪，17岁，适合高中1年级。好、哦、好的，今天是考试的最后一天，今天出来的成绩将会决定我这次假期怎么度过啊，就是说如果成绩不好就补考啦，啊，暑期辅导啊之类的，啊，我一定要拿到好成绩，英豪式的。所以虽然我昨天打算通宵复习，但最后还是睡着的，耶、yeah, ，死定了。啊，你们应该也有这种经验，有没有？就是我一定要认真啊，力争上游啊，突然睡着了，一醒来啊，我什么都没看，大概是这个样子啊。啊，真的是雪上加霜，睡觉的时候居然还做噩梦。哦，这个噩梦怎么说呢？比平常的噩梦更恐怖。哎、欸，我这样会不会挡到啊？等我一下、哦，突然觉得我视讯会挡到，对不对？好，拉过来一点好了。哎、欸，这样好多了。哎、欸、嘿，啊，不会挡到了。几瓶之类的，或骂脏话之类的啊，就是尽量不要犯啊。适合高中，让我想到尸体派对，真假的，一模一样吗？啊。怎么说呢？比平时的噩梦更恐怖，虽然我不太记得了，但肯定是特别恐怖，没有错。哎呀，希望这次考试成绩不要像这噩梦一样恐怖。不管怎么说，已经过去了。但是真正的正题，真正的问题是我迟到了，耶、yeah, ！闹铃没有响，然后写一个高字有没有？我这游戏还有读取、欸，是这样。迟到了呢，哇、哦！看横向卷轴有没有？这画风超吸引我的。然后左上角你们看到这个闪电符号，应该是我的体力。然后那个 Overwatch 有没有 ？OW 应该是我们的钱。然后上面五颗爱心不用讲了，我们的生命值。啊、哦，好，用跑的会不会太晚了？哦，按叉是跑。好哦，好、哦，对吧？现在标示没有体力就会气喘吁吁。然后想要左右是怎样对话的意思吗？好，欸、可以耶、欸！哎呦，有耗体力，有耗体力，是谁呢？这是别的学校的校服，哇，这妹子好正啊！请你嫁给我，过去跟她搭讪。我好像在哪里遇见你，然后妹子就回她说：“所以我都不去那里呀、啊。”啊，超级被打枪。怎么这么晚了？为什么我的闹铃没有响？赶紧跑过去。不是啊，我要怎么跟他讲话 ？Hello， 哦，可以耶，哇，可以，这个可以，这个我可以。大家不要抢了，这是我的。啊，他叫做什么？那是念异吗？异色，名字好奇怪哦。异色，非常漂亮。说，因为我一直盯着那个女的，她发现了我在看她，并露出了不太高兴的表情。我看了她的名牌，叫韩异色。哈哈哈，等下这个名字好好笑、哦，韩异色，那是念异吧，对不对？我应该没有说错吧？之后会拍卖块吗？不知道哎、欸，可以剧透吗？当然不行。哦，可以协助我卡关，但是不要直接说剧情，这样不太好玩。我要剧透你这恐怖游戏，这不算剧透吧？哦哦哦。还看，貌似考试的样子，照你这样慢慢走会迟到吧？谢谢你，可是我可以跟你要赖吗？就跟你说你会迟到了，好像互不认识，然后还会关心对方会不会迟到，真是个好妹子，冰山美人，我的理想型，可以跟他讲话吗？直接搭讪问他，你有没有在用 SNS？哎、欸，嗯，快跑！不要，我不管，继续，快点哦！今天我没有要到赖，我就在这里开直播，开到关台。啊，算了，放弃了。啊，那个，不要为了一棵树毁了整片森林，我们走吧。什么？公布栏通知附近的居民，适合高中从这周考试。进行期末、啊、所以我考试期间希望能减少噪音。啊，才刚讲而已，就有救护车的声音，吵死了。啊，李英淑，哦，发生什么事了？英豪，你来啦！
这小子是四豪哦，是英豪告跟他讲话。这个胖胖的叫做四豪，跟我长得有点像啊。在我们班是我最好的朋友，性格也很好，功课也好。虽然我们因为喜欢动画哦，变得更亲近，但跟喜欢的风格不一样。啊，原来是英豪啊！还能帮他配这种很鸡巴的声音啊？你听说了吗 ？B 班不知道是谁，昨晚在学校里自杀，叫做那个念勋吗？秦勋，你认识吗？不认识。总之有自杀这种事情，那今天考试怎么办？当然是没办法开始啊，学校都闹翻了，校长和老师们聚在一起协商。对，男主角当大律师吗？逆转裁判，这妹子真他妈正，真的，我可以，我可以。这恐怖游戏哦，对啊，感觉是分明，哎，感觉分明是明吉干的好事，真的假的？明吉是谁？B 班的对吧？那流氓常常对，也常常抢同学的饭的吃饭钱啊，就是穷鬼会做的事情，是不是？也许是吧。如果调查发现明吉有关联，这次或许就会被关进少年所了。啊，英豪说：“如果真的被关进去就好了，这样子我们也变得更亲近了。”啊，的确是。那边守卫大叔好像说了些什么。好、啊，大叔又说：“学生们，快回教室里，期末考试第一节要开始啊，不是不考了吗？还要考哦？学校不都这样吗？就算战争学校爆炸了，我们还是在这防空洞里面考试，这么屌啊？都已经生命危在旦夕了，是生是死不晓得了。”还要去防空洞里面考试，搞什么东西？哎、欸，这边的妹子也不错哎、欸。学校里自杀了，才一年级。没时间了，快点送急诊室，分秒危机。哦，送走，送走了。啊、哦，哎、欸，这边亮亮的是什么？这是什么？校门口有项链吊着，好像是我们班导师宋智贤老师。啊、哦。有没有这边的老师有没有人姓韩啊？有没有人姓韩国的韩的那个老那个姓氏啊？我突然想到不太好的事情啊！如果这边有人姓韩的话，哦，我对你深感抱歉啊，因为姓韩的通常有点不是也不是说不好啦，就是一个笑话，好不好？啊，来来来，这个来韩老师这边这样子。啊，老师要听你说话啊！我们先把它放到背包里面，然后按下是可以掏出背包。哦，感觉好像拉裤裆的拉链这样子。啊，然后按这个可以切换，哦，可以切换左右两侧这样子啊。好，我知道，走吧。这是什么神奇的学校？除了一开始正妹以外，胸部都一样大，好，可能复制贴上有没有？也真够麻烦的，看来还没开始。啊，我们班是一班，在二楼，快走吧。他是第一天来是不是？往上走，我要搭讪一下，请问你有 LINE 吗？我的小神灵虽然没有被封印，啊，但当他遇到这样的考试的时候。就会觉醒啊！这就是我们刚刚讲的那个明吉啊，叫江明吉啊，一看起来就是啊，就是8+9的那种感觉，真讨厌！你这小子不听我的话吗？有人在跟你说话，还不用跑了过来？不要啊！我就是不要啊！啊，不行，剧情所需，不用走的怎样？啊，你好。啊，真是不想和我打招呼是吗？你那表情非常讨厌，明知道这样啊，自己心里话有没有？没有，没有那样的事情啊。反正你先闭嘴，如果你在老师面前提到我跟秦焕的事，你就死定了。秦焕就是谁啊？那是念太还是秦？应该是秦吧？什么事？你想死吗？上次也是你跟老师告密的，你以为我不知道吗？因为你，我少了一个月的厕所。因为你，我只能在厕所里，什么也不能做。要不是因为那样，那个时间啊，我能拿来念书啊。结果因为你这次考试要搞砸，你这种8+9会念书，笑死人了。
啊，还有，你离我女朋友远一点，也不想要去了解，也不要想要去了解她，最好不要出现在她身边啊。要是让我看到你会晃来晃去，我绝对不会放过你的。这种就是典型的，利用自己的这个装腔作势来威吓别人。其实他的内心呢是没有自信的，很担心自己的女朋友被抢走，是不是？啊，这个没有自信的八加九。他说的是西班的美娜，哦，因为美娜和我住在同一个小区域啊，从小就是很好的朋友。哦哦哦，好，我可以滚了，我要走喽，应该是这上面吧，没错。我的小心灵虽然很平静，但是看到你，我的小心灵就躁动了，因为你太丑。什么东西啊？哎、欸，好久不见了，陈小喵。哎、欸，八加九是什么？就是屁孩的意思。多么晴朗的一天！好，闭嘴。这是什么？今天考试一场数学、社会啊，不重要。什么东西啊？四大 boss 在讲什么东西？哇，妹子，妹子！哎、欸，我们是一班嘛 ？D 班可以进去吗？不行，可恶！都不能进去。好像是 C 班谁先扔那个石头的？那边上面还带着一个粉红色的情书，我真是收到这样的告白，还不如不收。我才不羡慕什么情书呢，是怎样？这是怎么回事？看他讲什么、啊？我们是这里吗？不要妨碍我，我在这里进行调查。这是谁啊？现在马上就要考试了，你还是赶快回你们班里面去吧。看来你还不知道啊，因为早上发生事情，考试时间更改了，真的假的？我认为这个门呢，和这件事情有关联性，这将会是一个很慎重却浪费时间的调查，所以请你使用旁边的门 ，boy。啊，游戏 boy， 到底在说什么？我也不知道在说什么。哎、欸，这个可以看了、哦。鞋柜，鬼步，好，我可以使用鬼步，有没有？好，我们直接从这个门。不过我想要看一下其他的地方，多看一下这些妹子，感觉好像都是一些闲话家常、无意义的东西。你看到了吗？有人被带走了。不好意思，我不想谈关你民籍的事情，怕谈一谈就被揍啊！好吧，我们直接去一班了。哦，我突然有点不想开台了，你知道吗？我可以先关台一下吗？15分钟后再回来，好不好？啊，我只是想要去休息一下，我累了，我累了啊！我可以关台休息15分钟吗？啊、哦！不要知道，不要问我为什么，好不好？不好哦，好吧。那我还是乖乖的继续播好了。宋老师是你，为什么你不叫韩老师呢？可恶！音好啊！哎、欸，为什么突然不能打？哎、欸，来了来了！啊，是，这是恐怖游戏不是吗？怎么变这样子啊？为什么突然变这样子？您好，这位就是我们的班主任宋智贤老师。因为具有偶像明星外貌以及身材，所以在班里我们都称他为明星。啊，所以作为男学生的我，当然也是对于这个老师付出了我所有的热情啊。我也超热情的，老师回我一下、啊，拜托、哦。平时就很关心学生的成绩，但最近特别关心我的成绩啊。的脸看起来不太好，没关系吗？没关系，没关系啊！看见你，我心情就好了，哈哈哈，好爽啊！只因为今天早上的事情，所以有点分心，是这样啊？啊，也是啊，是挺让人心里不舒服的事情。听说是因为担心成绩而自杀，哎呦，好恐怖哦！哦，这个游戏还可以有选项这样子哦，竞争真是件不容易的事情。我要不要直接就是？不分青红皂白，就直接把这件事情栽赃给民籍呢？啊，民籍那小子欺负他这样子，我觉得我还是客观一点好了，好不好？他是我老师的话，我每天休息15分钟。行，
啊，竞争真的是很难的一件事情。它影响着我们的成绩、内审、入学考试，这么多苦水都没有地方可以倾吐，这些压力啊，这些可都是压力这样子。啊，你们现在做学生的，应该看了这个直播，应该心有戚戚焉吧？是吧？哦，哦吼，他这样哦吼一声，哦吼，就算这样，还是要打起精神。只要能度过这个困难的时间，总会有收获的。就算现在很辛苦，总会好的。好，完了，我觉得要是这样配下去的话，我觉得大家应该都兴致缺缺的吧？还是算了。啊，对了，你这学期成绩下降了很多是吧？怎么突然这样？老师很担心。所以说你今天来，我帮你补考。啊，今天考试结束来找老师谈如何？哦，太棒了，太好了，计划通。我故意考试考得很差，让老师关心我，赞。呀，到底是什么原因呢？啊，放学来办公室一趟，可以啦。行行行行行行行。哦，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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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赞了太赞了！哎，对，我要把项链还他哈。嗨，老师你好，我要怎么把项链交给你呢？蹲蹲蹲蹲蹲蹲，等一下，这个要怎么操作啊？哎，包包是……哎，为什么突然拿课本啊？哎，我有点忘记包包什么。今天是最后一天，在加把劲要复习考，当然。看你这样子，不会忘记的。等一下放学的面谈的，好的。不是啊，我要给他东西啊。等一下我忘记怎么开背包啦，不可以直接存档吗？不行。继续。包包是按下哦，有了有了。不能直接丢给他哦。送老师的项链呢？还是说待会再还他？对啊，可惜没有语音哦，这游戏没有语音这样子。来晚了，早上去医院骑车撞断牙齿，小心一点呢哈。老头，你知道为什么酒会哭吗？因为七八九，啊，不好笑。这是什么好恐怖什么东西？我还是坐在座位上好。哎，这人在睡觉哎。啊，我算了，我还是回座位好了。还是我们直接出去。我要出去。啊，算了，考试了。先来考试再说啊！今天是考试的最后一天，对吧？按照你们平常学过的，不要紧张，好好发挥就行了。好，这个老师很常讲的惯用语啊。我们第一个考试是数学，我明明看书了啊，怎么现在脑袋一片空白？可恶，满脑子都是宋老师，怎么会考得好呢？你说是不是？啊，看到宋老师，我的数学温习全部都忘记了，可恶，好难过、哦。现在才周六题就被犯困了，我要疯了。临时抱佛脚，当然就 A B C D 狂猜就好啦。哇，七题六什么函数，我来看不呵。今天怎么这么困啊？老天啊，七题是什么啊？然后就睡着了。哦，滚起啊！哎、欸，为什么一瞬间变黑的、啊？哎、欸，人呢？怎么可能？眯一下，然后眼睛一打开，所有人消失了。时间是过多久？现在几点了？我手表好像坏了。重点是也没有人叫醒，这就是个边缘人嘛。期末考试都互相提醒来着，难道这不是该这样吗？难道四个考试都好了吗？没有一个人叫醒我这样子。呀，你就是你知道人际关系不好就会这样子啊啊啊！笔记本还可以看笔记本，然后手上拿手电筒不能拿东西，然后按下这个键就会亮，就看得到，是这意思吗？嗯，哎呦哎呦哎，哦，笔记本。我特意多留了一天在学校补完到很晚，因为太困了就倒头就睡，看起来发生奇怪的事情。原来我姓吉哦，我姓吉哦，吉世豪。哎、欸，不是吧？我是英豪还是世豪啊？我有点搞混了、欸。
来吧，这边看过了。哎、欸，它上面有神秘的符号、欸，哎，这感觉好像是解密用的。哎、欸，那是笛子吧？那搞不好等下来吹吹一个小星星之类的啊。这是我的桌子啊，我是英豪啦，四豪是那个胖胖的啦。好，我知道了。作业板上怎么写满了我们学生的名字？我的名字也要写上去吗？哦，这是存档哦，哦，好好笑啊！存档居然是白板呢，是黑板，好酷哦，很安静。谁呀、啊？哦，宋老师，完了完了，我觉得要变了。没什么事，你过来吧。如果是面谈的话，我们要不要改明天？已经很晚了。过来。哦呦，就怕你呢！我不是跟你说过来吗？哦，啊，哦，杀人魔被追了，我要躲哪里？哇，躲到厕所里面！快点！哦，宋老师疯了，宋老师疯了！好了，躲哪里？这里！有了！哎、欸，我怎么没有进去啊？哎、欸，我进去了。英豪，好像走了，真假的？老师发疯啦！老师不要，我要叫咯。哎、欸，这可以拿、哦。取得一条便条纸，扭曲的单相思。学校里其他家伙应该也会觉得这样子。不过美娜真的好可爱哦，是怎样？连，这是四好哦，四好的笔记。连我都想要对，什么？连我这样都对我很好的，我知道有点胖，还没那个意思，也不聪明，就是憨厚。加上追她的男生也不是一两个，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B 班的明吉对那家伙纠缠不清，这坚决不能原谅。那个家伙欺负美娜的时候，是我英雄救美，不知道美娜会不会对我另眼相看呢？哦，这个文法怪怪的啊。Which？那个女人不可能是我们老师，眼神恐怖，像疯子一样追过来。难道是杀人案件？不过就睡了一会，到底发生什么事了？掐着自己的脸，啊？难道说这是现实？哦，可以看地图。问号是我们要去的地方，然后那个蓝色标记是我们。我现在人在厕所，左边也有一个问号，右边一个问号。我们直接去下面那一层楼的逃生路口好了，好不好？你们说这样行不行？哦，我们刚刚被砍了，现在剩下3滴血，要死哇！通知所有一年级的男生，1楼男厕下水道有问题，请用2楼。哦，女厕我可以进去吗？哎、欸，我可以进女厕哎、欸。哦，原来可以躲进去。被锁上了，打不开。这什么？500元韩币。好哦。我靠，这种地方都可以捡到钱。为什么不是发生在现实生活里面呢？您说是不是？哦，我要怎么拿手电筒？哦，有拿了。哎、欸，安安，林安安，门锁了，出大事了，怎么办？窗户也打不开，要不把玻璃打碎？这窗户怎么那么结实，完全不行。说不定本馆那边的门开着，3楼自助餐本馆去那边看看。3楼。哦，在上面哦，我们往3楼前进哦。我觉得我们应该要保留一些体力，因为我觉得等一下应该会有追逐战。因为我记得我看这个游戏，好像那个宋老师3不5时会冲出来，哦，敲你这样子，保留一下体力好啦。哦，我听到声音了，诶，电视机诶，为什么那电视机关不了啊？我听到声音了哦，不妙哦！哦，到了，小卖铺。等下，500块可以买东西，这里是休息室啊，safe 这样子。好哦，自助餐是这样就对了。取得一张便条纸，神秘的少女，
我遇见了一个奇怪的少女，她很有魅力，我们班全部人合起来也不及她。她没有无视我，而是跟我正对眼，向我走来，一见钟情。好，我们的四豪恋爱了，我们四豪恋爱了，好不好？我觉得老头会被吓哦，真的假的？我到目前为止觉得还行啊。好，拿到500元韩币，随处都有钱可以捡，好猛哦！是安全的意思吗？那个女生抓着我的手喊道：“你还活着啊？真的吧？”一个女孩子这么对我还是第一次。她拉着我向教室外面走去，可能因为是夜里有点阴森，但是旁边有女孩子，怎么可能可以害怕呢？啊，故作镇定的四豪哥哥，哎呦，哎呦，哦哦哦，是你是你，我突然感觉安全多了。哎、欸，这不是之前在那边遇到的，他的手受伤了、欸。异色是异色吧？吓我一跳，没想到在这里遇到你，我也被你吓到你。你有没有看到宋老师？宋老师好像发疯了，在学校里乱窜。我们得赶快离开这里。你先镇定，你越是恐慌，我们死掉几率就越大。哇，他也知道可能也会死掉啊。换作是你的话，能镇定吗？可是你刚刚说死掉的概率是什么？那个人真的是杀人魔吗？你先镇定下来，别出声。杀手不想被他发现的话，你说杀手是不是知道些什么？那个女的手里拿着刀，眼睛里流着血丝，有可能你到这里也是有关联的，说不定。如果你不能知道这个原因的话，你就能够什么东西？如果你不能知道这个原因的话，你就能顺利离开逃出这里。他在讲什么啊？你到底在说什么？对啊，我也听不懂啊。这里和现实肯定有着什么关联，肯定是现实里的某一样东西引出来的啊！邪灵的怨念，好吗？邪灵的怨念啊，恐惧之气。你是说恐惧哭哭哦？那个我知道啊，可是我没有玩哎、欸。我觉得等一下直接心脏病发死在自己的家里，就抓抓你的血压球，靠呗！啊，然后说什么？然后肯定也会有办法让你出去。等你拿到钥匙，我们就离开这里了。你到底在说什么？我一点听不懂。别再犯傻啦！你先想想到底是什么东西把你带来这里的吧。不过你说宋老师那个杀手长得像你们老师，其实老师打算考完试后叫我过来这边面谈的。但我醒来之后，只剩我跟一个很像我们老师的人追着我们，追着我。这样的话，那个老师停留的地方说不定有线索。老师经常去教务处。哇嘞！我们居然要去作死，是不是？我们要去教务处哦。首先，先去本馆后找到教务处教务室的这个出口啊，里面 EA 写着密码纸条，看来是值班人员放在里面。那个人管他怎么会知道这件事情啊？管理着那个教室的门和小卖铺两边的门，在那个班里面某个地方肯定有本馆的钥匙，哼，这个怎么办？你打算这样待在这里吗？那个杀手不知道怎么会过来，我还有事情要做，你赶紧去 A 班找看看吧。本馆钥匙，等一下见。哦，按住之后可以开锁。好了，可以跟你要赖吗？可恶！贩卖机耶，1500块，你在坑钱是不是？能提升振奋精神的饮料、哦、咖啡嘛，就咖啡而已啊。吃这个到底有什么意义啊？我、哦、下面有写回复体力，回复一点体力。那我们现在有1000块，我们1000块就买一个，买2瓶水好不好？你们觉得？原来这还有补血功能哦！我天啊，搞到现在很恐怖。下周就要学测，结果我现在在看实况啊！哦，他这边旁边还有图示标记，告诉你这是什么功能。其实还蛮算蛮贴心的嘛。这个眼睛睁很大，就是提神，有没有？能够更跑更多的。更就是他的体力应该就变成暂时性是无限的吧，可以跑一段时间，可以跑好跑满这样子啊，好吧，我们就买这个好了。是的，耶、yeah ，
买了一个看一下，这边也是哎，其实这都长一样吧？怎么会有卫生纸？急救用的绷带。我靠，这个游戏还有流血伤害是吧？这个嘛，快速恢复体力，可以综合毒性，后面也有会让你中毒的东西，是不是？好，那我要怎么使用这个道具呢？哎，为什么我会有饮料啊？这是刚刚捡到的、哦，我吃，耶、yeah, ，补一滴血的，这样好像没有很爽啊。门锁的好牢。可以存档了，是的。到底能不能相信他呢？我该不会被他利用了吧？哦，不了不了不了，完了不啊啊啊啊！堵住了堵住了！啊！杀了魔 ！Oh my god！救命！回家回家！应该不会追进来的吧？哎、欸，这里是安全区啊，哒哒。我刚扣了一滴，现在打平了，再一次。哦，他不见了。所以说我们要去哪里？去一 A， 一 A 的话下去好了。下去，下去，下去，再下去。我觉得他等下又出现了。不要！我快到了。有，有，这墙壁上有血迹耶！怎么会有这么多血？到底是怎么回事啊？开锁，开锁，开锁！门打开了。哎、欸，有人的书包还在这里啊！这里可以存档，只要有黑板啊，我都能够存档。拿到了一个水瓶，哎、欸，所以说根本不需要花什么钱嘛，这种路上捡到的东西都可以补血啦。对啊，还蛮方便的、欸。补一下，补一下，也、欸、不是补体力的，不一样啊。是什么？少女的照片不知道是谁放在包包里面。这个女孩子是谁？我老婆啊。密码5441哦，她已经帮你写好了、哦。所以说我不用输入，她因为有这个相关道具，她自己会打开，是不是？取得了便条纸，优等生，督导教官，陈泰。跟其他公立高中不同，适合高中为了提高学生的成绩，啊，学习成绩每年都会设立一个优等班，就是有分放牛班跟资优班嘛，这个很常见啊，是不是很常见的事情？哎、欸，然后要死了，耶、yeah, ，感觉不祥的预感，先躲了，我觉得他要来了，老头被吓到了，真的吗？我觉得还好、欸，哎。他们的学校有点大，如果我走在他们学校遇到这种状况的话，我会很干。好，我要走了。哎、欸，如果不开灯，感觉好像会比较好一点，对不对？不开灯，鬼就看不到我啦，是不是？还是说他们有天眼通，知道我在哪里？这样，哎呦，四豪，你怎么在这里？哦，你也在这啊？哎呀。现在学校都乱套了，你赶紧跟我过来。我们现在要赶紧离开学校了。等等，朋友，你先镇定，到底发生什么事了？你干嘛这样？你没有看见杀手吗？宋老师的面孔，拿着刀追着我们。你疯了吗？干嘛这么恐怖？开这么恐怖的玩笑？像宋老师人干嘛拿着刀呢？是的，很奇怪，但他就是这样转来转去。反正你就是要看到了他，赶紧跑，知道吗？那么先找到门卫大叔吧。为什么要找他？基本上钥匙他那里都有。要么去本馆守卫室那里看看，要么就是去确认下监控。别开玩笑了，你赶紧去报警的手机啊！我都忘了，手机放在教室里面。看，好挫的感觉哦。哎呀，我们得一起行动啊，四豪。啊，就这样走了。我们不要理他啦。
这种环境下，他还可以这么的镇定，我觉得他一定有鬼，好不好？我觉得他应该不是一个正常的人啊，我觉得他可能已经妖魔化了这样子。我们现在要去三楼，要回到那个原本的地方了。这可以进去吗 ？B 班可以进去吗？可以哎、欸，这些都可以进哎、欸。所以说，我们可以在这边稍微补足一些便条纸的剧情，然后就是顺便收集一些道具之类的。这些自学书都是民籍的，他这么努力学习嘛，看他笔记学的挺好的。美娜的回信：好啊，你就这样欺负我朋友花子的江民籍啊啊！多贤都告诉我了，觉得我会跟一个叫花子一起约会，开玩笑。玻璃心8+9，没人看见东西。我们这样子偷翻人家书包好不好啊？啊，偷翻人家的书包。怎样？聊天室有在吵架是不是？看一下。不要吵架哦。啊！等一下，我看谁吵架，我就把谁先暂时禁言哦，不要引起争端好吗？找到了一个什么模型之类的、啊，我还有点不太习惯操作方式啊。薯片能恢复体力，他每个教室都可以存档呀，好丢哦。哎，算了，我觉得这个分明来找来吵架的，我直接封锁了。啊，先封锁了，因为我大概知道引起争端的人是谁了，所以就先封锁他了。啊，那先暂时不要讲话。上锁打不开，欸、这是什么？电影里面有主人公把情书放在这个东西上，然后扔向窗外的场景。但是现实就是现实，一点也不浪漫，所以要把这边给打破了。啊，你们会不会就是写情书之后，把它捆在石头上面，把你心仪对象女生的窗户门给打破，然后在外面大喊“我爱你”？啊，你下一个画面你就到警察局了，好不好？千万不要这么做。哪个笨蛋在这里贴情书啊？什么声音？我听到有奇怪的声音逼近了，我还是乖乖的到楼上去吧。现在是我们要去三楼，对不对？我听到声音了，就是这里。快走！跑步声他们还听得到哎、欸，所以说我们不能跑太快，就是会惊动到杀人魔。哇，你还是闲情逸致在这边看书哦！我的天啊！找到本馆钥匙了，刚刚看到朋友，本来想叫他一起过来，没想到没带手机就不见了。朋友，你说的是谁？叫做世豪，一班的学生，有点胖，戴着眼镜，长得很憨厚。在说我吗？还在说我。一班，所以呢，你说的那个朋友也像你一样，在这附近转来转去吗？真有意思。不管怎么说，去本馆看看吧。你别这么胆小，我现在很忙。哇，这个女的超淡定的呢，你看我都吓到走路都这样子了，好淡定的人啊！这是什么？便条纸，四豪的信，我无法相信我看到的，难道是我做梦吗？那个女孩好像魔法师的样子，从我常常玩那个游戏里走出来的，向我展示着魔法。那么有魅力的女孩子穿着校服站在我面前，为我展示魔法，是怎样？爱的魔法让食物变得更好吃，这样子吗？在干嘛？看没有，又有便条纸了，逃跑。那女孩挣脱了我的手，虽然我感觉背后有什么东西抓着我就醒了。原来我在学校睡了一夜，只是一场梦而已。但是这个梦真的在跟之前做的梦不一样。特别真实的感觉，虽然并没有做完，又挨训了，啊，作业没有写完，可是我脑子全是关于那女孩子的梦，啊，
正准备被签吧，啊，等你醒来的时候，你就在大楼顶端，啊，被梦被鬼给签走了。东西，老婆老头是怎样？你还不如说把情书绑在熊二飞弹射到女友家里，那也太浮夸了吧！我应该是不需要买什么吧？我们先来补一下血好不好？我们刚刚拿到了薯片，吃一下，一次补满，好爽哦！你说杀手现在是宋老师的模样，为什么要杀我呢？希望本馆那个门口是开的。耶、yeah ！都没来过几次哈，这个英豪讲的。哪里是哪里都不知道了。这里挂着地图，哦，我们捡到地图了，这是什么意思？中毒的血，这是什么意思啊？被毒液喷到会扣血，被上面东西摸到也会扣血，被抓到脚会被抓伤。靠，这个游戏怎么做的那么啊？好，嗯，我怎么感觉稍微有点卡顿之类的啊？是我错觉吗？等一下，我先回去存个档好了。呀，这里是怎样啊？不觉得这声音很恶心吗？哦，有声音，畜生的声音，啪啪啪，这什么？打不破，这么屌？哎呀！在下面，我还可以洗手，就是这个东西会暴走，是不是？来啊，打我啊，笨蛋！哦，爆一下就不见了啦，爆一下就不见了啊，那还好啊，就是让它爆一次就不会有事了。啊！我居然没看见啊！我中毒了，洗手。然后我现在中毒了吧？是不是？欸、靠杯。欸、我刚刚把什么东西吃掉？靠杯。啊，算了，不管了。超级体力、啊、我体力现在非常的高。我刚刚把那个体力的东西，体力饮料喝完了。把这边存档好了。它这个会自己长出来、欸，好像是植物。它不是会不见，它是会从地底里面钻进去，然后再跑出来，所以它是会移动的这样子。是哦，疯狗都不知道。让我看一下什么。如果不是宋老师，我们说不定真的会死呢。疯狗什么的都不知道，也什么都不做，也什么都没做。但是宋老师把明吉的那个家伙劝开，真的是太牛了，不是吗？明吉这家伙什么话都不敢说啊！明吉其实是个嫩逼，门锁的好牢啊！现在在哪里了？我们快到了，在这里，就这一扇，警卫室。我们到了警卫室了。卫士拿着是什么？欸，为什么不能拿？没有显示任何的反应，它就一直在发光。完了，这是 bug。欸，我会一直在扣血啊！如果我不解毒，我会毒死啊！没任何反应欸，就任它发光这样子，不能碰。这是游戏 bug 吗？安安你好。可以一直用手电筒吗？是可以啦，但是我觉得用的反而更危险吧。你确定？啊，要开灯才可以死，才可以拿啊。哎，原来如此。啊，教职员的钥匙找到了。哎，这什么意思？哦，可以利用这个东西吸引敌人过去。
然后会有一段时间这样子，所以说我们要开灯才可以拿东西，不然看不到。原来是这个样子啊，我们拿到了一个水瓶，一张便条纸，隐藏的命令，看完这个以后销毁。关了本馆一楼的监控，不管什么方法都好，把那角落里鬼鬼祟祟的家伙给清理了。我们急着跟医护老师面谈，最好别瞎想。你们别忘了是谁给你们家人和你们工资啊？理事长，理事长想要掩盖什么事实之类的啊？感觉啦，啊，可是他好像没有把它关掉啊，依然雇我这样，这是什么？就是一张便条纸。因为学校很老了，需要整修的地方非常多。表面看起来是新式的、光鲜的，但是到了放学后，直接把楼拆了重建。啊，可学财团也不知为什么，为什么他这翻译有点怪怪的、啊，有点看不太懂、欸。哎，压根也没有打算拆了重建的意思，说什么会失去传统历史的韵味。啊，老旧学校坚守传统，我把手电筒收起来好了。玩家被发现，我们现在应该可以直接去楼上了。我们去直接去教务处找宋老师的一些资料。哦，那边是谁？门卫大叔吗？现在学校里出现杀人魔，结果不是。宋老师，你在这啊？What the hell？这是三小，哎、欸，这也太快了吧！唔汤啊，唔汤，那呢？唔汤啊，大大。所以说这边的手册，开手电筒才看得到。哎、欸，不用刻意开啊。哎、欸，我直接被秒杀、欸！我天啊，太夸张了哦，这样不对哦，马上秒杀哎、欸！我是毒死的、哦，我现在没有解毒啊！我觉得这游戏到后面回去那个贩卖机那边一定要买一个解毒的，不然真的会死。等下想办法再回去吧，我们先该拿的东西拿一拿，好不好？我们该拿的东西拿一拿，等下再想办法。好，想办法就是买解毒药水。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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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噔！啊啊！阿妈！阿妈！你的妈的在倒位？你的妈在倒位？干！买哦，买哦，唔贪哦，唔贪哦，大大！看看看！哎、欸，在后面，在后面，打不开了，每一间打不开，冲上！呜呜！哦！不要、啊，老师！老师不要，老师老师老师有话好说，老师老师老师，快 ，Hello！ 哇，不要一直追我啦，老师，快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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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去上去上去，跟老师玩躲猫猫有没有？哎、欸，玩的好开心啊！你们可以寂寞的开心呢，我没体力死定了。慢慢走，慢慢走，慢慢走，慢慢走。我终于闻到这游戏的精髓了啊！游戏的精髓，阿娘喂，回复一下。完了，我真的要被毒死了。我说真的，便条纸。我们现在在哪里嘞？这真的进不去，它全部都锁起来，超过分的。我们在下一层楼。这世界上只剩你一个人了。我听到声音了。打开，打开，打开，打开了。B 卡时间。这是什么？啊，剪贴报告啊。发出声响，吸引我们的老师，教育部长金石贤。报告书。要不要开灯之类的啊？好、哦、像那种东西发亮有没有？然后才需要拿手电筒出来。哦，都教老师陈泰，哦，可以躲在里面。
呀、yeah. ！我要死掉了，我在这边猫一下我就往生了。我现在要非常的小心。是什么？上面写的什么？哦，每一个班的密码是不是2B2C6667？这个我可以带走吗？原来是每个教室的密码。哎、欸，可以带走，太好了，这样我就可以开所有教室的门了。宋老师的书桌到底出了什么事？这是什么？这不是我们班的成绩表吗？这么快成绩表就出来了，可是怎么就只拿出了我的？不对，是上次期中考的成绩单，不过成绩怎么这样？吓我一跳，原来是被毒死。我想要发生什么事情了？好了，不不不不不不，滚！呀！母汤母汤，哥哥，老师不要！这游戏有剧情吗？有啊。因为老师很生气哦，又消失了。好，他走了，老师不见了。等一下是不是还来啊？哦，没有没有，走了走了。学校校长李英淑，我们的校长叫李英淑，好像是女的，是不是？这边也可以看哦。英豪，现在的校长是去年开始上任的，关我屁事哦！关我屁事哦！哦，是哦，关我屁事哦！没事啊。哎、欸，有东西，便条纸。新来的理事长对学校营运和教育事业一窍不通，只是靠着家族的力量当上了理事。阴险让理事的他的阴险让人倒胃口。的外国人哦，他是一个外国人就对了，真是忍受不了他的愚蠢。不过按照我的计划，他是需要存在的。这里是我的学校，他知道这学校是在一位天才的热情而又有力量的韩国女性指导下营运。啊，校长认为他的理事长是个低能儿，但是呢，必须要有这个职位去填补空缺。啊，然后感觉得出来，这个校长很自傲。因为他觉得他是一个很优秀的人，啊，这么的不谦虚。好哦，我们快到了，就是这里了，应该是这里吧？哎哎哎，对、哎哎，啊，买啦，买啦，哦，我流血了，乱，上去上去，干堵住了，等他进来，嘿嘿嘿嘿嘿。这样也行啊，可以，快点，啊，消失了，美术怎么突然这个成绩，真不理解。拿给艺社的话，或许会知道些什么。一张便条纸，我觉得我们等一下再看，因为我真快不行了，我要死了，怎么办？没有钱，我又要去了。哎呦，你谁？还有活着的吗？这个人是谁啊？你现在不能在这里，学校出现了杀手。哎呦，我说小朋友，你赶紧该干嘛干嘛去吧，我很忙。谁啊？你没看到我在记录吗？你不要妨碍我，赶快走。你干嘛老是在我们学校里贴一些便条纸啊？这个是因为我是设计师，你怎么问这么多？不是跟你说我很忙吗？你有没有看到一个很漂亮的女孩子，长得很漂亮啊，眼神有点冷，长发，个子也很高，穿着别的学校的制服。你说女孩子啊，好像是一二年级教室附近一直在找什么东西的样子。哦，她在那里哦。啊，她就叫我滚，好吧，我真的快要嗝屁了，大哥。哎，有没有可以解毒的、啊？哎，这边不是可以拿吗？有了，快点补血。然后还有哪里？这里，隔壁有钱，快点快！这个游戏设计不良啊，搞死人啊！
这里吗？这个竟然是补血，先补一下，先补一下。哦，一次补两格啊！有一些还会补特多啊，那这样有救了、啊。快点，快点，趁现在。有了，有了。我怎么居然落魄到这种程度啊？我的天啊！超级落魄哎、欸！嗨，你好，刚来，安安你好。哪一个啊？是一罐绿色的，长得很畸形的，有没有？应该是这里吧。你不要跟我讲说没卖哦、喔。啊，有啦，有卖，有卖。我又要花钱了，花这种钱感觉好不值得哦、喔。嗯，吃的。然后现在是正常了嘛，我先记个路，好不好？我们尽量就是不要被砍到，被砍到我们就必须斟酌一下要不要重新独挡。如果刚好身上又没钱。其实真的很危险，就会像我刚刚那一副，就会像我刚刚那个样子，真的是有点危险啊，好不好？终于拿到解毒剂了，太好了！买了之后再读到就永久性卡关，真的啊，这个设计太夸张了啦！你这样根本就是在搞人啊，超级搞哎、欸，搞事的家伙。我们要去我们的教室啊！没关系，我们都搜索一遍好了。Oh my god！ 啊！那应该没有被发现吧？还好可以。走了吧。对，终于得救了。下次到网咖开台，我跟你讲，到网咖开台绝对吵死你，好不好？唔汤唔汤，千万不要这么做。听到脚步声了。我们刚刚这些东西拿过嘛，对不对？包包也看过了嘛，对不对？他应该就在附近。我觉得有点危险，他应该在这里。这家伙。在我们附近哦，我有听到脚步声哦，要不要出去看一下？哎呀，哎、欸，对，我还没解锁，重了啦，怕什么？好，没事，你们继续找，解锁所有教室的这个门哈、哦，来看一下里面有什么东西。哦，可以存档，目前很正常，所以存在这里好了。没东西，没人看见什么东西。的，我觉得我应该先解锁，会比较安全一点，比较有地方可以逃啊。我听到声音了，在后面，在后面呢、啊。哦，那些比较深的颜色是还没探索过，对不对？那我们先去一楼探完之后，再到三楼，再到二楼。我们二 C、二 F 跟一 C 还有一 A 都没有去过，我们先去一 A 看一下好了。来来来，去一 A 看一下。这游戏可以开外挂吗？不要啦，开挂就失去乐趣啦。还是音乐最恐怖。哇，附近。这里吗？这边还不给解。这里吗？嗯？这里我是来过，所以说跟这个颜色深浅没有关系啊，是不是？我以为是哎、欸。哇！这包包可以解吗？完全没有任何关联啊！看来是我会错意啦，我还以为跟颜色深浅之分有关啦。没关系，我们这边先稍微解一下。这样以后就方便多了，不用躲啦。有什么东西可以让你躲啊？就顺便把其他门也顺便解一解，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啦。啊 ，EB， 对吧？这边东西都拿过了，拿过可以走了。
好不好玩？我觉得他与其说恐怖，倒不如说紧张成分居多吧，就是会有紧张感，就是突然就会有东西冲出来，往你脸上贴这样子。这里是EC，EC 存下面好了，没差了。What the hell？ 那个人，谁啊？他是美娜是我的青梅竹马。不过怎么在流血？怎么回事？被刺中了，血停不下来，好痛！你是不是遇到了带刀的杀手？我不知道你说什么，好痛，得止血。拜托了，不管怎样帮我止血。对了，保健师那里应该有啊，我不是有止血绷带吗？我觉得我应该先帮他止血好不好？不然到失血过多死亡。可是我哥身上就有啦，对不对？我可以给你啊。可是有没有办法给他？还是这个跟他要的止血是不同款式的？他是要艾迪达，然后我要 Nike 这样子。好，应该是没有这么简单的一件事情啊。